二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现在啥啥都不缺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呢？就是啊，我咋不缺呢？眼看三十了，连女朋友都找不到，我能不愁吗？我二哥，就你的条件，找啥样都没有。二哥想找的是真爱，懂不懂啊你们？你笑啥呀？你之前那几个哪个不知道钱来的？哎呀，二哥，前两天我吃饭遇到一个服务员，没准你能相中。这个饭店正好是咱们旗下的。你别闹了，十三。那二哥都啥身份了，还找个服务员啊？就是，我都啥样了，我还能上饭店找服务员的？哎，新来的，过来一下来。叫我吗？对，就叫你呢。怎么了？新来的都归我管，去把三十八包房地拖了。哦，行。哎，新来的，把你们水倒了，进去。新来的，刚才有客人吐了，把洗手间收拾了。新来的，新来的，新来的，都一样拿工资，凭什么我让你们待着？不跟你们说了吗？新来的都我一猜你俩就在这偷懒呢，赶紧干活去。哎，好嘞，经理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经理。有个客人找茬，点了一桌子锅包肉，就说没有他要的口味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不对不对，这些都不对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这么大个饭店，连个锅包肉都做不好吗？怎么回事？干厨师这么多年了，连锅包肉都做不好吗？经理，我们每个厨师都做了一份，顾客就说味儿不对，我们真尽力了。啊，老先生，您也听到了，我们的厨师确实是尽力了，没有让您满意，我们也深感抱歉。要不您再去其他店看看，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好吧，我不是来找事儿的。三十年前，我和我老伴儿来到这个城市，那时候穷啊，两个人点一盘锅包肉，那个味道至今难忘。我就是来寻找当年这个味道来的。可是，先生，实在是抱歉了。算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这人呐，上了岁数，总爱想以前的点事儿。过去的就过去吧，这就跟人一样，一旦没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买单吧。好嘞。老爷子，要不让我试试？先生，您看这。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基本操作吗？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你快说说你咋做的。用最简单的食材和最简单的调料。没了？没了。其实三十年前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味道，我想老爷子只是想找回当初的简单跟纯粹。
真没想到你还挺有心的。经理，有客人在菜里吃出苍蝇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我到你这吃饭，你就给我们吃这个啊？你就是经理啊？对，我是。你自己看看你这菜，我们到你这吃饭，你就给我们吃这个啊？如果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会去有关部门投诉你们。先生，您看错了，这不是苍蝇。这只是一粒糊了的葱花，很抱歉影响了您的用餐体验。这样吧，这道菜我给您重新换一份，并且您今天的消费全部免单，您看可以吗？有魄力，你这经理不错，我欣赏你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什么时候想换工作的联系我，工资待遇肯定让你满意。感谢您的肯定，先生，不过我没有跳槽的打算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，您慢用。经理，你爷们儿啥意思呀？说男人婆呗。我只是觉得你有担当，比男人还爷们儿。你这意思我还不如男人婆呢。于天，你这么强势，你男朋友能接受了吗？我叫于天，不叫于田，上班期间叫于经理。还有，我单身。经理好，经理好。工资都到账了吧？到账了，谢谢经理。首先谢谢大家，是因为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现在的成就。对了，晚上聚餐，大家放松放松。但是谁要是影响明天工作，可别怪我翻脸啊。经理就是这么体贴。那还用你说？咱于经理一直不都这么体贴吗？我看谁嘴这么贫呢？晚上留下打扫卫生。我可没说话啊，我也没说话。啊，好。阿丽，你很不错，但是要继续努力啊！我很看好你。哎，经理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想请一个女孩吃饭，但是我不知道她答应我。真没看出来你行啊！但这事儿我还真帮不到你，人家愿不愿意你得自己去问呢。男人还是得勇敢一点。那你愿意吗？啊！经理，有人找。哎，来了。还不赶紧干活去。我想让谁点就让谁点，我是顾客，我是上帝。好的，那你们看一下到底谁点。那我点。你点你吃。那你点吧。我点你提什么呀？要不你们俩商量一下，点的话随时叫我。你什么态度？我还没点菜你就走了？啊，我是想给你们倒杯水喝。我不喝。给我来一杯吧。到底是你点还是我点？那你倒是点呢。你家有什么招牌菜？菜牌上前几页都是招牌菜。我不看，累眼睛。你跟我说，有宫保鸡丁、红烧土参、外婆神仙鸡、麻婆豆腐。你说这么多，我怎么能记得住啊？你是不是故意刁难我呀、啊？那就来宫保鸡丁、红烧土参，还有麻婆豆腐，就这样吧。什么就这样啊？我想吃什么点什么，用它推荐吗？是不是这几个菜卖不出去，要臭了？二位是来找茬的吧？这没你事儿，赶紧出去。如果来吃饭非常欢迎，要找茬的话，请出去。高帮，没事啊。你谁呀？一个服务生给我耍什么横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也不会吃。吃饭欢迎，找茬很舒服。我这一看，你俩关系不一般吧？你说什么呢，一成？没错，我就是他男朋友。哎呦呦，真是鱼找鱼，虾找虾呀！一成，你以前都什么眼光？你可能不知道吧？他是我前女友，算起来咱俩关系也挺远，初次见面。谢谢。哎，上班时间你不能喝酒。幸会。从他这论，我也算你前辈了，也是缘分。刚子。这杯我敬你的友谊，在现女友面前坦诚前女友，佩服。哥，都是因为你。
让我修理。你们总公司房总来了，对我也得客客气气的。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看他来了是让你下岗还是让我修理。喂，房总。你好，哪位？啊，我是耀阳表弟，前几天我跟我哥还在公司见过你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在你旗下的一个饭店吃饭，你们公司有一个服务员啊，态度极其的恶劣，心里很不舒服。这样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等会儿，那服务员叫啥呀？你们房总问你叫什么名？王丽。王总，他说他叫王什么丽。王。哎，好好好。你们房总马上来啊！房总，房总，哎呀，房总，你看这点小事你还亲自跑一趟，那一个小服务生你打电话开来就行了呗。我开店做生意呢，我的员工我了解，李经理一向工作认真，过分的事儿应该不是他能做出来的。房总，你看怎么说，我哥跟你也是合作伙伴，那一个小经理不至于吧？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。喂，跟耀阳公司的合作到此结束。如果问原因的话，就告诉他，他有一个好弟弟。不是，房总，你这是干啥？你这么说，一个小服务生，那不至于吧？对不起，房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，来的路上啊，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。谢谢房总。谢我就不必了，要谢啊，谢。谢我家服务生而立吧。哎呀妈，这玩意儿后劲儿真大呀。让我收你。五二哥，你昨天太帅了啊。啥玩意儿太帅了？英雄救美嘛。英雄啊，英雄！平时一口酒都不喝，连个俩，厉害了！这是看出来了，比嫂子拼了！我是真没寻思这娃这么拿劲儿，太上头了，太上头了！我倦了，这是没少喝。以前啥聚会滴酒不沾都啊，这不也喝了吗？你说呀，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哪有你这么直接的呀，直男！我不吃了。二弟，你快看那个熊，太可爱了！你给我拍张照。二弟，好嘞。我是给我的吗？谢谢。而是学游戏，谢谢，谢谢，二弟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这远方，只想在你身旁，把这情歌慢慢唱。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。雨天，你很阳光，也很善良。有的时候心思很细腻，有的时候又神经大条。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你无时无刻不在打听我。你曾经告诉我，男人要勇敢一些。我今天要为你勇敢一次，雨天，做我女朋友吧。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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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天，你愿意吗？我爱他。轰轰烈烈去攻他，我的梦狠狠碎过去。干啥呢？再见了。王总，二哥，于生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听你解释什么？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花季。于天，你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本来我打算在表白前跟你说出这事，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林家集团董事长。
于川，请我解释。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你们有钱人都喜欢玩这种游戏啊？我想找的是份真爱，能在一起一辈子那种。假若我带着身份去找的话，眼下这个社会，我怕我看不清。可是我更看不清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是不是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包括我前男友？你要这么想，我可解释不清了。我从来没想过欺骗你，也从来没有刻意的掩盖过自己。我就是我，有钱没钱都是一样的我。如果我真的有错的话，我错就错在隐藏了自己的财富。我们都被生活吓破胆了。还需要怎样爱的人？我想，如果今天我们错过的话，就永远错过了。我不想错过你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两枚戒指，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生活，我都会陪你一辈子，每一天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。王二弟，连穷酸药我都看腻了。好不容易有个有钱人追我，你得用有钱人的方式再追我一次啊？还追呀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呀？跟你拼了我！It's a funny little world, be for me. I'm here to be without me. I wanna do what's best for me, for